政府想搞夜市，唔知搞唔搞到啦，但系楼市股市就继续死气沉沉。喂，好似你即系咁啊，楼市好似哇，李嘉诚咁啊劈价三成，哇咁啊呢个即系亲海业嗰边，哇咁啊好大卖，咁点知出现咩事？后屘塌订、塌订再塌订，咁啊然后啦，咁啊嗰啲即系香港十大屋苑周末嘅即系成交可以系零啊，系冇错，系零 zero， 咁啊。十間屋苑有七間咁啊都冇成交，有嘅咁啊都係得一單兩間，搭夾埋就個位數，唔係個別一兩個週末咯，係連續好多個週末都係咁喎。咁啊二手市場你持貨五六年嘅，咁啊好多啲蝕咁啊成交都係即係沒藥。咁啊股市唔使講啦，唉年頭都好少少，咁啊過到二萬點鬆啲，其實都係差啦。咁啊結果又點？依家唉咁啊！即係低處未算低，即係同 TVB 股價一樣低處，佢未算低。咁啊，叫你即係嗰啲即係股票印花税，喂調低佢啦，講咗好耐啦。陳茂波啲借咗輪椅診隻耳啊，李家超話咁啦，我哋會叫陳茂波成立呢個即係專責小組再研究。喂，你直接調低咪得咯？你研究佢幾耐啊？喂，上次增加咗三成嘅股票佢印花税，依家叫你減翻，或者甚至你問我唔好收啦。喂，已經每日嗰啲成交量係唔過億噶啦，咁啊，你即係連續好多日都係咁，或者最多一億鬆啲，你都仲未知訂嘅。喂，啲投資者同埋嗰啲即係咁啊，嗰啲即係國際嗰啲即係咁啊嘅經紀都提醒你，喂，快啲調低翻啦，你都繼續唔調低。喂，你仲要成立專責小組，第一要揾人啦，問下你，喂，阿博士，你制唔制啊？阿大師你入嚟好唔好啊？人哋要考慮啦。成立得嚟咧，因為要開會咧，要集齊人。咁啊，一次開會唔夠嘅，第二次、第三次、佢第四次開多十次、八次會，咁啊，先大家再做決定。等得嚟都蚊瞓啦，等得嚟隨時下年啊，個股市冧 Q 咗啦，真係。唉，即係如果要即係佢嗌救命啦，即係譬如我跌咗落海啊，等你嚟救。誒，等先。咁啊，我要翻屋企攞翻條泳褲。咁啊，著住泳褲之後咧，我要熱身啊，咪我驚陣間落海救你，因為嗰陣時會浸親啊。一路熱身嘅時候咧，佢都浸死咗咯嚇。唉，所以等你班友做嘢，真係等到天光都未等到。好啦，咁啊，連大陸咁啊都調低股票印花税，因為香港咪跟風咯。啊，跟風都唔識跟，咁啊仲有，我哋可以側面睇下啲股票佢印花税咁啊嘅調低。大陸其實喺千禧年代都有幾次。每一次最少都連續七個交易日咁啊會升市，最長十八個交易日會升市。但對比今次調低啦，佢升到幾多？你調低一半咯喎，咁你可以見得啊，今次嘅經濟問題真係比之前啦係困難好多。香港咁啊，你咁依賴上邊，幫唔到上邊就要攤大手板問上邊幫手攞錢，所以香港經濟都好大劑。咁啊，連陳啟宗咁啊，呢個即係攞美國護照嘅糧粉恆隆嘅主席，香港地產商佢都話對中國經濟未來十至五年都係擔憂，而且香港經濟同中國經濟騰騰呱呱輪騰，稱不離陀陀不離稱，中國死香港都死，而香港咁啊，佢又冇本事幫到佢上邊手咧？咁你而家上邊，你睇下香港呢班財金官員有邊個做到嘢噶？特首唔係整咗特首佢政策組咩？委任咗好多嗰啲即係咁啊權貴啊或者所謂嘅知識分子專才入咗去咧，咁結果我就見到周街嗰啲呃錢嘅專才攞幅字畫你踩到喎要賠償萬幾蚊咁啊，就幅畫就百幾蚊嘅呢啲咁嘅專才佢就有個頭咧，我唔明白喎，點解呢啲專才咧可唔可以咧個頭可以梳翻好少少咧？唔好成日永遠咁啊起角係正方形嘅，一睇就知你就專才頭。即係唔好咁樣啦，你呃人都有啲誠意啊，剪翻個時髦啲個頭啊，好唔好？有呢啲專才佢大把落到嚟香港，唔知點解即係入境處會批佢落嚟喎，佢呢啲咁啊。但係即係叫你真係專才可以幫到香港經濟，有咩好建議就唔見咯喎。好似哦夜市啊咁啦，全部摻埋一碟，哦睇相嘅，哦嗰啲咁嘅打小人嘅，哦唱歌嘅，咁啊表演嘅，哦嗰啲擺曬落去，以為即係攬炒啊，摻埋一碟嗰啲就幫到手咯。喂，大佬，炒埋一碟就得嘅咩？喂，市民第一荷包冇錢。喂，以前我點解會幫襯佢夜市？點解夜晚會消費？點解會去夜總會？我今晚咁啊出邊嘅消費，聽日個股票市場賺翻嚟，聽日我喺大陸嘅工廠攞嘅訂單賺翻嚟，依家得唔得啊？依家大佬係即係個荷包啊，要勒住啊，因為係依家使嘅錢係以前儲落嚟嘅錢啊，儲唔到錢咧，盡大鑊，一係借錢。一就問你政府佢攞仲援，
咁你仲話夜市市民冇錢啊？係冇錢消費。你無論你觀塘又好，中環嘅海濱整夜市都係冇用嘅。咁仲有啦，你已經去殺曬側邊嗰啲咁嘅，即係咁啊工廠大廈啊，咁啊嗰啲天光墟，你仲話想搞夜市？然後咁啊，最關鍵就係、是、你香港依家啲人喺疫情之下習慣咗咧，係早瞓覺啦，習慣咗夜晚唔消費。所以點解旺區，譬如油尖旺、銅鑼灣、灣仔九點之後都係冷清清，咪當日就多得你政府咯，禁夜市、禁堂食、禁呢樣、禁嗰樣，酒吧唔俾營業，一排頭髮都冇得剪，啲習慣咁啊，即係形成咗之後，你想改變啊，一時三刻改變唔到啦。咁啊，而且呢班建制派都諗唔到，咁啊有咩好嘅建議？你話哦，咁啊商場營業時間耐啲，喂大佬，佢唔使成本啊。喂，我哋唔夠人手啊！甚至你話我哋要專登俾多啲 OT 請多啲人，我哋冇錢請啊！我派夜市消費券，好啦，我夜晚消費，日頭咪唔消費咯，日頭唔消費咪一樣死一樣啫嘛。其實都係就係嗰啲錢，咁啊叫你即係刺激呢啲經濟，咁啊但係你陳茂波又要減低消費券，搞到香港市民咁啊又少咗錢去消費。其實你係有份帶頭令到今年經濟係差咗，消費佢差咗嘅。好啦，廣州就派消費券咯，香港市民都有份嘅喎。話深圳就派香港市民不上市消費優惠，派埋正體紙嘅小冊子，咁啊，亦都咁啊啲夜市係專去吸香港客，賣香港品牌，係深圳、廣州係專門針對你香港嘅即係市民，針對香港消費者，針對你消費力。香港政府有冇啊？有冇諗有咩吸引翻廣州、深圳人落嚟啊？冇啊！小紅書唱衰你咁啊就有份，你就唔敢面搏。因為小紅書越唱衰你，落嚟嘅人咪越少咯。因為而且你政府搞到香港特色嘅店鋪冇曬，北上嘅市民咪越多咯。結果經濟咪越死咯。而呢班咁嘅建制派都幫唔到手，提出啲建議，哇！你民建中工聯會啊，仲好笑，整翻珍寶海鮮坊，大大隻珍寶海鮮坊時候要喺度，當時活即係躍動港島南，你就兑現唔到。港島南嘅香港魚市場咧，話要即係替造成為。香港足地你又做唔到，哇！你破壞你就做到啦，然後就話依家想整翻隻珍寶海鮮坊，又要使幾多錢啊？我想請問，啊？唉，你不如即係咁啊，成班食濕米同埋呢班咁嘅官員，你哋正正經經唱少啲歌，去少啲宴會，摺高個枕頭諗下有咩政策可以幫到香港，甩唔到嘅唔緊要，甩唔到嘅我叫你四隻字，躝屍隔路。